敢问前辈可是孟族长？正是老夫啊！你的身子虚弱，不要乱动。晚辈轩辕离阁，有要是相求孟族长，所以贸然前来，求孟族长救人一命。你还管别人的事，你自己已经是危在旦夕了。可是相比我的命，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。等你有命可活。 再说别的事，如何呀？可是孟族长，你已经是末路，我唯有用结界之术救你。唉，我本不应多管闲事，可是机缘巧合，你来到了孟族。 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别怪我，如果再见不到我，也别怪我什么都不说。一段缘要多久缠才算勇敢？总是忍中散也无憾。我曾仗剑四方，哪怕拖着遍体鳞的伤，追寻微弱那道光，因为有你守在身旁。